我就得每天喝水。我上吧，兄弟，我实在是打不了瑞兹。我实在是打不了瑞兹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真碰不到啊！你还能拉一下，我连个拉都没有，你去吧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跟他勾溜一下啊，勾溜一下，他也打不过，他也打不过，那我们就不管了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真的是，我们打这个。哎呀，不是中单梦魇上路光头吧？应该不能啊，应该不能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抽奖了。直播间有个1000的抽奖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。来了梦魇，我给你一下。哎，挠我，哎。你挠得越快，哎，我越开心。哎，你学个 W 一级跟我，不学 Q 不学 E， 学 W， 我拱你。你回家呀？不会吧？你应该不会回家，我感觉。这波注意我们怎么杀这梦魇啊！先学个 E， 在塔下让他打。我操了，这咋没小兵了呢？翻了，谢谢。刚弹着钢琴吃满汉，谢谢弹着钢琴吃满汉啊！感谢感谢，精神病似的换路了。还有30秒开奖啊！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你好，我又来中了。你别叫人啊，我告诉你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这干什么呀？这玩不玩了，大哥？哇，这符文法师真不像个人呐、啊！这符文法师啊，恭喜李同宇啊！我车补不着了。纯是精神病啊！真不想让我们这王八玩啊！我这一看呢，这光头啊，哎，我又回去了，哼，没想到吧？你会赶客，我也会赶客。上了啊！给我杀！没事，你死不了，可以，兄弟。我也会干克，哎，没想到吧？
希望蛤蚱不要来就行了。回上路收兵吧，你这换路你们又打不过，你换它干啥呢？你说恶心人，恶心人是吧？你大爷的，你先把你别让我碰着你啊，这光头，你千万别让我碰着你，我看叫啥来，叫维神。你千万别让我碰着你。看你有多少蓝啊，你这瑞兹，我还能让你补兵，你就 A 我吧，你只能 A 我，我告诉你 A 兵你是指定是不可能，你就只能打我，听见没？我就想说一下到底有没有人过来帮我赶开一波，月塔断兵线，拜拜。我看你有多少蓝啊，再见。我今天我能让你玩好的，你等着呢啊！我今天肯定不能让你玩好了，你放心吧。我今天肯定不他妈的能让你玩好，你放心吧。今天咱俩指定没完，你给我劈了他！今天俺俩肯定没完，你放心，俺俩指定玩不了。我主意了这把。我不好你也别想好，我跟你说，我无限越你打，你等着呢。我不打了，我上路我不要了。上路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馅儿我也不吃了，他妈让你俩玩儿，你别让我在中路看见你啊！我今天我就那这落手走到哪儿，他对线谁我就去哪。来人，如果那个人搁塔下，我就越他塔，我就跟他塔下换。我也不玩了，你们也别想玩儿。
我不要了，兵线我都不要。我看落手去哪儿？还敢不让我好好玩？如你所言，你们要是狠，你就别在线上出现啊！别让我看见线上有人，别让我看见，听见没？你还搁这打蟹，我头发给你拽了，你还在这打蟹？嗯，还在这打蟹？打了，打了，打了。你俩打啊，我去中路收点兵的。还敢打戏。好。瞎子是吧，我找他的。车我都不要了。我不要了。有没有烟雾弹？队友呢？交闪现，交闪不杀，回家。吃个塔皮吧。不管了，吃个塔皮。这把先把三速鞋给他除了啊。三速鞋395，五速鞋443。五速鞋。不要了，上路去中路找光头的啊！不守了，他已经死了。他看见我那一瞬间，他就已经嗝了，嗝屁了，他就已经。我让你玩，我不抢人头，这个人头给你，好吧？今天你要给我 C 兄弟，我们就是打野王吧，在这里呢，跑。好，往哪走？我这叫武术鞋，给你了。不吃兵了。第一个先来个日炎圣盾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先杀瞎子来。追，给我追，点炎。170块钱，给我杀来，给我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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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！
这不能上了啊！1900，打小龙，小龙把小龙打了。落手跑的是真慢呢，我发现。干哈呢？兄弟呀、啊，这就不应该了！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！没蓝了！你他的为什么刚才不先劈呢？啊，他没大，可能刚才，他刚才没大，他刚才有大，他指定劈派克了。我又不想出日炎了，我想出这个。算了算了，日炎就是日炎了。我想出个狂想曲。这个不加冷却缩减不行。落手死了，落手怎么又死了呢？这落手也不行啊，这落手。你后退吧，这不行了。给我干他。人有点多，先撤一走。先把光头给我杀了。来，先杀梦魇，来，耗点盐。家这怎么死的？打来，打。哎呀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有武术还吧？他武术还可不好追呀、啊。你真笨呐你呀、啊！推了吧，推中。怎么的呢？这光头，啊，我们是控制不到位呀、啊，还是说怎么回事呢？回家。哎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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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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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救，救救，救救，救救！早回头啊！你说，这给我挠的，咔咔咔，给我一顿挠啊！这梦魇啊，给我一顿挠啊！这家伙给我挠的呀！他刚才想杀瞎子，他没瞅后边，你知道吗？他瞅眼后边，帮我把这梦魇杀了就好了。没事，下波我们再嘲讽这梦魇就完事了，没有关系。重伤家人们，我这是荆棘背心儿，
加入女枪可以刷。有盾呗，盾。不是那 AW 外圈刮咋不用的呢？那干哈呢？那哥呀呢？光头。大龙其实可以尝试一下，大光头怎么还得上路还带上了他大光头，来嘲讽瞎子，先把瞎子杀了啊，女枪给我洗澡，你们家少个人儿，这叫漂亮兄弟们，你咋的呀这光头啊，有没有人帮我杀这大光头，有没有人给我射的，再射，是啊，给他换没都，派克没死的，哎呀派克咋没死呢，问题不大，这波有点上头，这实在是忍不了这。你看这落手让我养的这把，嗯，你看看这落手，你看看这落手让我养，看着没？呀，死了，挺菜呀，这，啊，扎死一个还行。咋的呀？杀蓝枪？先给我死一下子！哎呀，大光头，给我斩杀了！喝口汤吧。从来不开 R， 刚才有 R 吗？来个板甲的，要小心。他俩 R 没好吧？落手再来件魔抗装就行了，哎，他们家大光头其实没啥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打吧，先杀人，先杀人，先杀人，别打龙，怎么的？是我不够肉了，还是你飘了？哎呦，我操！这一脚，后边来，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，往哪跑？嗯，我在这里，你跑，跟我冲，兄弟，跟我冲！今天你必死，我跟你说。气死我了！给我枪毙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哈哈哈！推了吧！怎
怎么爆破没了呢？让他打我没事，让他打，哎，使劲打的，靠，没死，哎呀这小龙，小龙的话，我们家差一条三条龙，给对面也没事儿，其实可以给这条龙可以给，先来一个带翼的月板甲，我们就可以大翼了这。马上来一波，再把这武术鞋出的简直是精髓，我都搞不懂你是非得要搁那儿针对我要换线，你瞅这大光头三九六啊，三九六，咱也不知道这三九六到底是干嘛，三九六非得要野我，非得野我，非得野我，才在那抬腿儿，还在那抬腿儿，跟我在这练武功、练武术是吧？练上了还？踩他，哦，肯定是跑的，那算了吧。